轻轻走过他身旁，一缕清着醒了梦中人羡煞，此生唯有你经我波澜，原地里走马观花，流浪在阑珊世界去天涯。我闯了一生不管年轮，刻下几道弯，任凭江山如画，辗转流连忘返，只有你留下刹那。你在那金色夜雨傍晚相遇一场，岁月散尽浮华，别空空牵挂。岁月散尽浮华，谁空空今日就放过你们这些马匪，日后若胡作非为，我灭你老巢。
拿你当亲哥。你这样的妹子我可要不起。这花手不都一个模样吗？那不一样，我就喜欢那朵娇艳欲滴。啊，长得是真好看啊。我杀了你。哎，杀人偿命的。那我打劝你，我为了取得他的信任，我隐藏了大印图像，在这里重建了家庭。有了他，大印图像就让他永远消失吧。过来让我看看你，看看你。你起来，你起来，我还没来得及喊你一声爹呢。夫长甘敬一，我们替你报仇。赵山河，你是要去找那个人吗？这不是一个囚犯该知道的事情。老夫告诉你，千万不要把他放出来。他回来救我的，啊，他
会来救我的。他会来救我的。谁？告诉我，万夫长为什么要找大阴涂鸦？这个问题，先帝问了我20年了。那你是怎么回答的？放我出去！我答应了。不对，先帝没这样说过。你应该说，你永远也别想出去。永远也别想，没人会来救你的，这样说才正确。这个声音，前朝曾在南山开采出一块奇铜，自带光泽，最好的部分做成了2把剑，一把名为仁宗灭，在冯宝手中；一把名为太白剑，传国圣器。剩下的原材料全部做成了钢索，任凭你武功盖世，也逃脱不了他的束缚。做成的全部钢索都在我身上，只有这2把剑。可以还我自由，只要告诉我我想知道的，我就给你自由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先帝20年都没答应，你凭什么保障？你每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就离自由更进一步。孔子履，太白剑，王莽手，传国3圣器。看来小皇帝跟他爹不一样，胆子够大。万夫长，本朝先祖创立，汇集能人异士，做一切不可能的事。现在是谁统领？他们在哪儿？历来由太监统领，最后一任统领乃武功天下第一的掌印太监冯宝。至于在哪儿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
皇帝诏曰，冯宝不得妄想。皇帝诏曰，皇帝诏曰，冯宝不得妄想。赵公正已死，冯宝受了就去。绝不愿成为真凶，被你妄杀。他们只有一件事。钥匙，百纳苏，百纳苏宝藏，前朝遗留下来的不世之财，金银财宝吗？里面的东西不只能让你拥有财富。那是什么？里面是能夺取天下的兵器。告诉我，怎么才能阻止冯宝？放心，我会帮你杀了他。20年来，你为万夫长守口如瓶，现在你却要杀了他。20年来，我要的是自由，自由，是为了能踏出这里，亲手宰了他。准备了好多话，现在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下去吧。万夫长的营地在哪儿？冯宝在哪儿？你还是不知道的好，我是担心你。
你要是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我以为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，没想到都是一样粗鲁。我声音小，离我近点。来嘛，说。还有这边儿。想怎么糟蹋我？给我松绑，我就告诉你。怎么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怕我逃走吗？这样是不是听得更清楚？我还没有听到我想要的。万夫长巢穴离我们30里，你别动，我就告诉你是往东还是往西。墨迹，我帮你问。大隐涂鸦在哪儿？我问的不是大隐涂鸦。那你要问的是什么？我问别的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再来一次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算了。西边，往西走。找我什么事？你们锦衣卫审犯人挺温柔的吧？公事公办而已。公事公办？这就是公事公办？嗯？放开我！你要是女人一点，说不定我会多看你几眼。哪来的自信？十九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十九，喂，十九。停着，我要回家了。连招呼也不打一声。不想打扰你们，
丹音图样还没有找到，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那是你的事。嗯，你放开我！ 施俊瑶是谁啊？ 这便是。施捕快，听说是您查出了甘静怡害我们的证据，特来感谢。是啊，快请起，快请起啊！施捕快，这是。 风暴镇百姓的一点心意，是的，谢谢您收下。我们见义勇为，不是为了图大家回报的，回去吧，都回去吧。啊，这你们搞错了，他不。施捕快，那您给大家讲讲事情的经过吧。讲讲吧，再给我们讲讲吧。讲讲吧。好，其实这一切的功劳不在我，在于我身边的。 龙妖，龙大人，大人说笑了。您说的是您身边的那个跟班吧？他怎么能跟大人您比呢？就是吧。不过，我现在还有个更大的案子，如果能破那个案子，可以救更多人。哎呦，这么大的事！ 幸好有施捕快这种为百姓着想的好官呐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但是我明天就要走了，这个案子我破不了。走啊！那怎么办？施捕快，您救救我们吧！施捕快，您留下来吧！啊，施静瑶。 留下来吧。那我考虑考虑。谢谢，大英图雅到底在不在这儿啊？他找了一天了。老百姓的家都是这样的吗？ 百姓，那你是什么人啊？这总比你们马匪窝好啊！说什么呢？你警卫，你想死啊？哦，哎，我荷包呢？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。 那可是马怂送给我的。在你面前的这一位，可是京城第一神捕。一天，只要一天，我就能给你找到。凭你，一天就能抓到凶手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是找到了怎么办？哈哈哈哈哈！打赌敢不敢？ 敢啊！一百两，10万两，你有多少我赌多少。你哪来的自信？这句话怎么那么耳熟啊？不是自信，是实力。哎，不对啊！你一个锦衣卫，怎么这么有钱啊？你还说过，大英图雅。 是皇帝悄悄交给沛章将军的，按理说只有沛章将军和皇帝知道这事儿，你怎么对此了如指掌？
再加上你这么有钱，朕，你到底是替谁办事的？那些油水得多大呀！真没有人请得动我。哎哎，你这么有钱，是不是很多女孩都喜欢你啊？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不关你的事儿。我就是问问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不关你事。喜不喜欢女汉子型的？还行。那你现在可能没什么优势。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，听不懂。继续装傻吧你。哎，你看这钱包，这不跟李荒芜那个一个样吗？平时观察挺仔细的嘛。那是。把这钱包买下来，做旧一下，交给李荒芜，他肯定看不出来。突然这么好心，不会有诈吧？哎呦，我是好心成全你们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会喜欢女汉子吗？自相矛盾。庆祝，终于除掉匪首甘敬一，我请我们戏班子为大家助助兴。要不换一曲？你想听三打祝家庄还是武松打虎？哎，你是喜欢武打的，那来一曲十面埋伏。什么什么？你说要去监管？有没有那种戏？这大老爷已经一个男的，贿赂了一个女的。有潘金莲大战天蓬元帅，谁听猪八戒？我说是那种歌颂爱情。那是女孩子听的戏呀、啊、我不就是女孩子吗？那肯定。息怒息怒。少废话唱。那来一曲新戏母老虎下山。好嘞。哎嗨，还不快给好汉道歉。哦，小生唱得不好，还请好汉恕罪，这杯酒敬大侠您。算了，喝酒。有些人嫌自己不够女人啊。
敞开胸膛，寻找真实答案。